要拿到。我也是，这一段时间做好了，我就能升职加薪。说什么平白如山。大渊，我有点困了。你等我会儿啊。来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！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哎，快快快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车提回来。你看那是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去提的？我中午没吃饭，就是把它开回来的。小伙子有前途，果然很好看。对，我刚开了一下，的确也特别好看。它转弯半径小，过弯很灵活，而且还是后置后驱的，真的很好操控。车身小巧，好开好停，很适合你。上车试试。放假我要开着它去旅游。走，我们回家庆祝庆祝。走，回家。好的伴侣就是在一起互相扶持和进步。你们会给另一半台阶下吗？跟以往早餐有什么不同？不一样，第二题。那小贝呢？平平吧。还行，我今天去了一家超级火的早餐店，我一大早上就出去排队了，排了一个小时，你跟我说还行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不就是说了自己的想法吗？那培根本来就很腻啊。人女生大早上去排队买早餐，你来一句还行，把人热情给浇灭了呀，人家肯定不开心啊。行了行了，互相给个台阶下。你以前不就经常给你那前女友台阶下吗？这什么呀？就为了吃这个跑这么大老远？这龙虾都是空的，就尾巴上那点肉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一直喜欢吃这家，今天来我一定要吃个够。那你慢慢吃。你尝尝。不要。我就不客气了，我给台阶人家得要愿意下呀，这不成前女友了。你给珊珊台阶下，她愿意接波儿下吗？可不可以不要冷战？我想自己待会儿。那你需要多久？两个小时吧。两个小时有点太久了，要不要吃个蛋糕缓解一下？可以。那就说好了啊，你可以自己待会儿。那你待完了还会爱我吗？我的小蛋糕呢？等着。天哪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吵架辛苦了，吃个蛋糕回血一下。还真是倒霉，摊上这么个朋友。哎，之前我不好说什么，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大元儿，怎么还让秘书拦我呀？没事，让他进来吧。他们都说
我摊上了个无赖兄弟。刚好我们俩尺码一样，我相亲需要双新鞋。不是你拿走了，我穿啥呀？我好不容易抢到的，你自己再买一双。你是财务吧？啊，这是账号，我看这个别墅差200万。这，你不相信是吧？打电话问一下你们老板。好。魏袁总，哎，他跟我说了的，打过去吧。但是我们现在账上也紧张呀。没事，马上货款就要回了。好。喂，喂，上次见你的车我放停车场了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挂了一下，你自己去补一下漆啊。嗯，好。哦，还有油也没多少了，下次记得加满啊。行，我直接放油卡吧。啊，规矩。怎么，别人都是有钱了不认兄弟，你这是没钱了也不认啊？不是，我这最近呢的确是有点忙。少废话。但是我知道，我这个兄弟有困难他一定会帮助我。你这是第几次创业失败了？第三次了。没事儿，我这还有点家底，你还能霍霍一次。谢了，兄弟。密码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我又不懂，就别在这儿烦你了，走了。我说你动了。